迎杨子。嗨 ，Hello。就简单问一个问题。简单问，所以杨子，你尝试过很多不同的角色，就想问你啊、有没有什么特别想挑战的角色呢？想挑战拯救地球的女战士那种。就是那种会飞的吗？对，那个武功值特别厉害的那种。好的，谢谢，希望2021年可以带给我们更好的作品。好的，谢谢。